房间，房间。这个房间真漂亮。这个房间真漂亮。房子，房子。你看看，这个房子怎么样？你看看，这个房子怎么样？放，放。我的手机放哪儿了？我的手机放哪儿了？放假，放假。老板为什么要给小青放假？老板为什么要给小青放假？放学，放学。他们学校下午五点放学。他们学校下午五点放学。飞，飞。你会不会飞？你会不会飞？飞机，飞机。张先生是坐飞机来的。张先生是坐飞机来的。非常，非常。他跑得非常快。他跑得非常快。分，分。这要分三次吃。这要分三次吃。崩，崩。今天风太大了。今天风太大了。干，干。我最近眼睛总觉得特别干。我最近眼睛总觉得特别干。干净，干净。这些盘子都要洗干净。这些盘子都要洗干净。干，干。你干得好，你干得好。干什么，干什么。起床后应该先干什么？起床后应该先干什么？高，高。你穿这件衣服看起来又高又瘦，很漂亮。你穿这件衣服看起来又高又瘦，很漂亮。高兴，高兴。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啊？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啊？告诉，告诉。我回家就告诉他。我回家就告诉他。哥哥，哥哥。你哥哥多大？你哥哥多大？哥，哥。他的歌唱得非常好。他的歌唱得非常好。个，个。我的桌子上有一个电脑。我的桌子上有一个电脑。
给。我一会儿就给他。跟。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工人。工人每天早上七点开始工作。工作。我在这儿工作快二十年了。关。我听不见呢，你把音乐声音关小些。关上。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，请您关上手机。贵。这件衣服太贵了。国。他是哪国人？国家。他去过很多国家。国外。你真的要去国外上学？过。你去过北京吗？还。这件衣服这么贵，你还想买吗？还是。今天是星期三还是星期四？还有。你自己去吧，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。孩子。对不起，我孩子太小，离不开人。汉语。你们明天有汉语课吗？汉字。这个汉字怎么写？好。今天天气不好。好吃。今天的羊肉很好吃。
今天的羊肉很好吃。好看，好看。你的衣服太长了，不好看。你的衣服太长了，不好看。好听，好听。你吹的曲子真好听，叫什么名字？你吹的曲子真好听，叫什么名字？好玩，好玩。这可不是好玩儿的，这可不是好玩儿的。好，好。今天是几月几号？今天是几月几号？喝，喝。他想喝茶，你呢？他想喝茶，你呢？喝，喝。桌子上有一个杯子和一本书。桌子上有一个杯子和一本书。很，很。明天天气很好，你去学校吗？明天天气很好，你去学校吗？后，后。王老师去学校了，他三点后能回来。王老师去学校了，他三点后能回来。后边，后边。后边还有座位，后边还有座位。后天，后天。明天不行的话，后天来也不晚。明天不行的话，后天来也不晚。花，花。春天到了，花儿都开了。春天到了，花儿都开了。画，画。老师来了，别说话了。老师来了，别说话了。坏，坏。电梯坏了，我是爬上来的。电梯坏了，我是爬上来的。还，还。你昨天让我去图书馆把书还了，你忘了？你昨天让我去图书馆把书还了，你忘了？回，回。回国的船票买好了吗？回国的船票买好了吗？回答，回答。老师的问题他都会回答。老师的问题他都会回答。回到，回到。球员回到了休息室。球员回到了休息室。回家，回家。他什么时候回家？他什么时候回家？回来，回来。喂，请问王小姐回来了吗？喂，请问王小姐回来了吗？回去，回去。
我们回去吧。我们回去吧。会，会。我妈妈会说汉语。我妈妈会说汉语。火车，火车。他们去火车站买票了。他们去火车站买票了。机场，机场。我正在去机场的路上呢。我正在去机场的路上呢。机票，机票。这是您的机票，这是您的机票。鸡蛋，鸡蛋。来吃饭吧，有包子，还有鸡蛋。来吃饭吧，有包子，还有鸡蛋。挤，挤。今天几号？今天几号？记，记。把每天花的钱都记下来。把每天花的钱都记下来。记得，记得。我的手机放哪儿了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我的手机放哪儿了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记住，记住，记住，今天能完成的事情一定不要留到明天做。记住，今天能完成的事情一定不要留到明天做。家，家。我十点去工作，现在在家。我十点去工作，现在在家。家里，家里。下午我和朋友在家里喝茶。下午我和朋友在家里喝茶。家人，家人。跟家人一起吃晚饭很快乐。跟家人一起吃晚饭很快乐。煎，煎。您可以试一试，试衣间在这边。您可以试一试，试衣间在这边。见，见。再见，明天见。再见，明天见。见面，见面。他们在哪儿见面？他们在哪儿见面？教，教。我很喜欢画画，但是没有人教过我。我很喜欢画画，但是没有人教过我。叫，叫。你好，我叫周月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好，我叫周月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教学楼，教学楼。图书馆后面有一座教学楼。图书馆后面有一座教学楼。姐姐，姐姐。
你姐姐在家吗？你姐姐在家吗？介绍，介绍。你给我介绍一下你们的菜吧。你给我介绍一下你们的菜吧。今年，今年。你女儿今年多大了？你女儿今年多大了？今天，今天。今天天气太热了。今天天气太热了。近，近。请进房间里休息一下吧。请进房间里休息一下吧。进来，进来。你进来的时候看见小白了吗？你进来的时候看见小白了吗？进去，进去。我的房卡找不到了，我怎么进去啊？我的房卡找不到了，我怎么进去啊？九，九。九点了，你怎么还不起床？九点了，你怎么还不起床？就，就。我七点半就来教室了。我七点半就来教室了。觉得，觉得。我觉得这个杯子很漂亮。我觉得这个杯子很漂亮。开，开。公司的大门每天早上六点开。公司的大门每天早上六点开。开车，开车。我们一起开车去的。我们一起开车去的。开会，开会。他正在开会。他正在开会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看，看。先生，您看这件衬衫怎么样？先生，您看这件衬衫怎么样？看病，看病。大夫正给他看病呢。大夫正给他看病呢。看到，看到。那个笑话是在哪儿看到的？那个笑话是在哪儿看到的？看见，看见。你看见我的手机了吗？你看见我的手机了吗？考，考。儿子考得怎么样？儿子考得怎么样？考试，考试。
明天我们有考试。明天我们有考试。渴。你不渴吗？你不渴吗？课。我每天下午上书法课。我每天下午上书法课。课本。课本是学习的好伙伴。课本是学习的好伙伴。